喂，我的老公啊，小朋友，你家里面有没有大人？我的妈，我不知道你在干嘛了。是蔷薇县的还是夹江县的？蔷薇县的。蔷薇县哪个镇的？蔷薇县，我蔷薇县的敖家镇。敖家镇哪个村子呢？棉花山。房子里头是还有没有人啊？我爷爷正在求婚。你把电话听好哈，一会儿那个消防员叔叔给你打电话哈，喊你爷爷先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哈，喊你爷爷注意安全哈，听到了没有？知道了。啊，你也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哈，先躲远一点哈。